Hello， 我是研究生。这一集我们的 On the Road 呢，我要找一个我认识二三十年的朋友，因为他是我表妹，他已经在旁边了。知道怎么开车吗？知道。其实这已经是第二遍了，我们刚刚已经录过一次，所以我已经会开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鲁尼马拉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是鲁尼马拉？因为刚刚我说我是安吉丽娜裘丽，然后他说他不知道安吉丽娜裘丽是谁，怎么可能有人不知道安吉丽娜裘丽是谁？好，鲁尼马拉，你知道了吧？好，我们开车好了。我要去哪里？我要去内湖台北花市，谢谢。口罩可以拿下来，然后那个安全带要系一下。太生气了，请不要生气到安全到。那你墨镜要不要拿下来一下？还是鲁尼马拉？大家还是会觉得我是鲁尼马拉吧？应该是啦，应该是啦。真的。好，我们先出发。我们要去。台北花市，我刚说过了。好了，内湖花市走。你知道他可以化妆，他有镜子，看看你找不找得到。Miss， 你说这样吗？对，好，现在跟我们说。想不到女明星化妆需要那么大的镜子才能化，我以为只是这样小小的就可以化。开的可以大一点，但是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在车上化妆的习惯，车子对我来说就是移动力。好看是 everything。好看是 everything。Yes。你会不会有要哭戏的时候哭出来的时候？当然有啊，那怎么办？但是很少。如果当下无法自行的哭出来，就找方法啊。我有一些歌单跟一些影片单，就是那种我一看就会哭的影片。对，就是甄嬛在小产的时候，她第一次小产的影片，没看爆哭。所以你想哭的时候，你就会把甄嬛传的那一幕对抓出来看。抓出来。但是 for the record， 我很少用这招，我很少哭出来的时候，很少哭出来的时候。你现在被我绑架在车上，我可以叫你帮我做一件事吗？你可以表演一下飞不起来的风筝吗？当然不行啊！我跟你讲为什么不行？为什么不行？首先叫我演戏，你要给我钱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李姓老师可以教我演戏一下吗？就教一小块就好。因为你知道我每次看那个电影啊，有的时候不是都会有那个演员在上课，然后就会在一个剧场里面，然后在那边学一些很奇怪的动作。那是演戏的，我们真正是不会这样子做的 ，OK？ 哦，你们学校上课不会学这个？我们有模仿的课，可是我们模仿是真正的东西，比方动物是真的有模仿。就是你上次演的那个《生死接线员》啊，你们的制片跟导演就是我的学长，就有一天忽然打电话给我说：“研究生，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一个忙？”我说：“怎么了？”帮我配一段音，我说好，我就对那台词，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句台词，就是我们还是救不回来这样子。的下一幕，我就看到你在我面前大哭，然后我就说，现在是在爆我雷是不是？我还好吧，这样就算爆雷。请问一下，你的那一个哭是看了《甄嬛传》的那个甄嬛小产之后哭出来的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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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《生死接线员》只有一幕是用了一些帮助哭的，大部分都是真哭。对。不过那部片真的是质量什么都做得还蛮认真的。对啊，你们可以赶快去看一下吗？但我觉得 Netflix 有， Netflix 有可以去看。讲，你知道像我跟我妈在聊那个《爱的迫降》，北韩那一段跟南韩那一段，你喜欢哪一段？硬要说的话，北韩那段比较看不下去，对我来说有点久。就是你知道 ，eventually 他会回南韩的。哦，你在忍耐说什么时候才要回去，什么时候才要回去？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回去？就是我当然知道北韩会发生事情，然后那些冲突，但是什么十几集也够了吧？我妈的反应跟你一模一样，她说北韩我真的是看不下去，我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回到南韩，然后每一次都觉得下一集总要回到南韩了吧？怎么还在北韩？然后我觉得。北韩那一段我会看得很有兴趣的原因，是因为那些东西我就会觉得很新奇。没错，新奇。我一定要强调，我是很硬选的。硬选的，对对。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，就是一个十分钟大拉拉的说，你看这个东西，哎，它是会动的那个扫地机，哎，然后就大拉拉的拍着一个戴森，然后让一个北韩人很惊讶。我觉得那个置入到我快疯掉了，而且它大概是史上最适合置入的地方，因为它可以合理化北韩人真的没看过那个东西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啊。对我来说，置入那是一定要的，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对很明显的置入很反感的人。那当然，我也同意置入要
要尽量做到不要影响剧情，不要影响观看感受。对，这样子。可是太穿过水无痕的置入，它就没有置入的效果啊。但是我觉得在连续剧里面讲到功能，我觉得有点太多哎、欸。是啊，《爱的迫降》那个很适合啊，而且他们北韩还有总共还有五个人，每一个人可以分配到一样电器，然后我都会觉得很 OK。然后你都还很期待那些北韩人怎么是？对，然后做出多惊讶的表情这样子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我忘了国的哪一出戏，因为我很爱那个 PTT， 看他怎么说我或者说我的戏这样子。OK。对，但我不会怎么样。对我人身攻击，不是说我外表怎么样，因为外表怎么样是那是你认为，我不认这么认为就好。但是说我演的不好，我就会很不高兴，不会哎，谁在拍戏？谁在拍戏？但这样你也看得出来啊，有看到认识的人啊。你要去打招呼吗？想要打一下。他居然碰到认识的人要冲下去打招呼，等他回来。演员我也认识，但是他在拍就不要打扰，就不方便讲话了。对。你们国际排条白色是又要上了？对啊，公视5月3号、欸。坦白跟你说，国际排条白色我没看完。我是真的有打算把它看完，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第三集是那个节奏我就卡住了。一定都会有可以改进的地方，那就是想要呼吁你知道吗？还是把它看完，还是把它看完。但起码有讨论度，然后或者是它有点击率，那个东西都可能是可以对之后的制作带来很大的帮助。你就点着，你就放着，你去做你自己的事儿吧。你请大家点研究生的影片，点完之后就做自己的事。对，就是同样的道理。你有没有最喜欢的角色啊？就演到现在，我还是要说是陈小姐目前。可是那不行，请你没讲几句话、欸。对，那是一种革命情感跟有一种开关的那种感觉。当然，那个角色也不很困难，很有挑战性，种种加起来。哎、欸，我开了那么久，你有没有要开啊？不然我今天来是跟我聊天的、啊。我当然要开啊！我想问，永远不问我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，我本人是车神 and 台北路神。路神的意思就是 I can go anywhere without 导航。等一下，我今天要找一个地方，哎，我有停车格。因为有停车格，这个最不会被网友骂。我真的很怕被网友骂，我乱停车。暂停两秒也是不要，好不好？也是不要。那我们就好了，快点，快点。OK， 谢谢。我现在就是要会把它开回家，然后停在我家的车库。你会开这辆车吗？我什么车都会开。现在你确定不需要教你是不是？哎呦，这样你也行啊。As I said， 我是台北路神 and 车神本人。就是，好安静哦。你待会可以上那个快速道路的时候，可以用自动辅助驾驶。这是哪一种？这环，你知道怎么上吗？请问一下台北 GPS。台北路网，路神。然后我教你使用自动辅助驾驶哦。All right。左边下面那一个往后拉两下，往自己的方向拉两下。哦。所以我要干嘛？我你只要你只要握着方向盘就好。好，你可以现在切左，打左转方向灯。呜呼！哇！好酷哦！先把方向灯打回来。哦哦，要打回来。Sorry。请台北路神认真点。现在是信姐的开车时间，我就来跟她 Q&A 一下喽。有没有演过的角色本人很欣赏的？我蛮欣赏钟淑莹的，就是前男友不是人的那个角色。钟淑莹那个角色你很欣赏，是因为你可以演高中生是不是？不是，我觉得那个女的很棒啊，就是她很知道自己要什么，然后她敢拿也敢放。然后他也愿意面对他害怕的事情，但是他也是坚强了起来。反正我是觉得他是一个有很多很特质是我很欣赏的，然后也很全面这样子。可是应该观众没有很喜欢那角色，我觉得你一直在烦那个女主角。观众没有很喜欢那角色没错， I don't care， 我喜欢就好。喜欢就好。好，怎么走上演员之路的？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想知道说，你本来是演舞台剧，然后为什么就变成在荧幕上？因为演舞台剧会饿死啊。这么简单的理由真的是没错。哎，我去看你的是你最后一部舞台剧的。对，在很多宾士车的小镇住着三姐妹跟他们的 brother， 他们今年会重演，今年还是明年？哦、oh, ，I don't know， 因为也是疫情的关系，但是因为我就是会档期没有办法。哦，可是你还想回去啊？演舞台剧本来就是一个对我来说是很喜欢的东西啊。
好，我们下一题，白菜多少钱？这什么东西啊？白菜多少钱？来来来 ，Let me tell you， 我今天的白菜一颗七十几块，欺负人嘛？对，是每个人都会七十几块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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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有你的白菜七十几块。对，我的七十几块。最害怕无法胜任的工作是？不是演戏的，我都非常害怕，主持跟唱歌我都非常害怕。我跟你讲，我的梦幻职业就是救护车司机，因为他就是可以疯狂的飙车，然后。疯狂飙车，而且因为我是路神嘛，比较不需要，就是比方说什么什么医院，然后什么什么，我比较可以直接的知道，我不需要那边啊导航，好，我先找一下这样。为什么你那么漂亮？哎呦，就是漂亮。什么时候还要来台南玩？最近疫情这样子，是不是好像不太能去外面跑跑照啊？等到疫情一结束，我就去，好不好？你疫情一结束，你第一个想要出去的国家是哪？泰国，因为我已经因为这个 goddamn 疫情 cancel 了一次去泰国，不然我 right here right now 我应该 suppose 要在泰国，我应该要在曼谷泼水节的。可以加娘娘动身好友。等我的岛就是整顿的差不多之后，我有想要办一次那个观赏大会，但是会用密码的方式。疫情结束后接音乐剧或开 live 小型演唱会唱歌给我们听好吗？就是我自己开直播唱给你们听可以啊。音乐剧好啊，你找人找我演啊。你有在追求这件事是不是？是没有了，我就说我觉得唱歌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情，但是就是我如果自己在镜头前面，然后就喊一下，像唱 KTV 那种感觉就可以。OK 啊，对啊。动真的你像现实的你，还是你想成为的你？动真的我像现实的。像吗？就是国际巨星啊，我的动真的名字是国际巨星啊。哦，来来来，现在讲到这个，他刚刚嫌我的问题无聊，对不对？对。我的粉丝，我不知道是太尊重我了，还是太怎么样？就你太凶了，他会怕。对，我是有一点凶，没错。可是你们还是可以问啊，拜托你们可不可以天马行空的乱问？不然每次都问一些很官方的问题，就是我已经回答过三万遍的。为什么想要跟李英宏合作？因为他很帅啊，李英宏我很喜欢他，我欣赏他的才华以及他的外表。好，非常好，我们下一题。经营演艺圈需要做哪些准备？如何经营自己的人际关系？谢谢。经营自己的人际关系，在演艺圈的人际关系吗？还是平常你自己私底下人际关系？你不要问我，那是粉丝问的。你们问清楚啊，被主持人骂了。进入演艺圈要做什么准备？我首先你要知道你很热爱这件事情，比方说你很热爱主持，或是你很热爱唱歌，或是你很热爱演戏，或是你很热爱我不好讲跳表演，就是你要有一个热爱，就是演艺圈是一个很。是一个你的标签要很明确的地方，真的很辛苦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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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如果你只是想要打扮漂漂亮亮，就去当 model 或是当网红就好。哇，这可以讲吗？反正说像我就是没有打扮的漂漂亮亮的那一种。我觉得反正就是，我觉得演艺圈是要有一技之长的，是要你是一个专业，你需要有一个专业在。如果你没有，或是你没有一个特别热爱的专业，打消这个念头，不要来。好，最想演什么角色？这也是官方问题，好烦啊！你们自己去回答。好了，以上就这几个问题已经问完了。所以 that's why 我为什么不是那么常开放 Q A， 这是 part of 原因。我下次也来放一下 Q A 好了。我在想我的粉丝会不会完全不想听？我觉得不会，因为你本来就是一直在跟大家讲话的人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有蛮多话要跟你讲。啊，现在是怪我啦，我现在是没有在跟大家讲话，所以大家没有问题要问。讲完之后自己否定自己是谁，那你教我一招好吗？因为我不是一个很会跟粉丝互动的。你何止不会跟粉丝互动？对，我不会跟全世界的人互动。Yes。 所以粉丝问我问题的时候，其实我有时候我都不知道回什么。比方说什么问题会让你，比方说一个贴图，我不知道怎么回贴图。他给你贴图，你就是回他，你就回他贴图。对，或者是我的发文就是一副大家都不是很想跟我互动的。这个还好吧，比较如果是那种你 QA， 就你可能真的发了 QA， 然后真的是没有人问你任何问题，需要那我就要检讨。好，我们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跑到林口来，我们是要去念无花市的。试驾嘛，你不是快问快答吗？好，那我们开始喽。狗还猫？狗。巧克力草莓？巧克力。豆浆奶茶？奶茶。真的不会问问题耶。那你问我好了。好，我来问你。你来问。恶心的可以吗？你说哪一个我愿意吃是不是？对，选一个吃。好。用过的菜瓜布跟没有用过的肥皂。没有用过的肥皂。水沟里的泥土跟水泥。水沟里的泥土。这么不想吃水泥？这就科学的角度来讲，水泥吃下去我可能会死掉。
水泥跟岩浆，两个吃的都会死。好了，吃水泥好了啦，吃水泥，吃水泥，到底有多想要吃水泥？好好好，喝汽油跟水沟水，水沟水 ，Why？ 喝汽油会死掉，水沟水不会。因为喝水沟水有一定的几率会死掉，但是喝汽油水就是会死啊。喝汽油是肯定会死，这样。对啊。知了跟蚯蚓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什么是知了。蝉。蝉。哇，天哪，选择好另类哦。你会选蚯蚓吗？蚯蚓感觉咕噜咕噜就比较容易吃掉，然后就你蝉还要在那边嚼嚼嚼，很恶心。蚯蚓跟先从拉牙开始。我那生虫我会吞蚯蚓，那毛蜘蛛跟蚯蚓，其实这两个我都没有到很排斥，我觉得好像都可以。感觉你好像很期待吃它们。我没有很期待吃它们，但是就觉得也没有真的到不能吃啊。那毛蜘蛛跟蟑螂？蟑螂，蟑螂看起来好吃多了。我下车，我没办法聊下去了，我自己都快吐了。好，以上就是这一集的研究生 On The Road。 我们请到李信，他是个非常厉害的演员，金钟金马，金钟金马都入围过，今天要录取金曲奖，没错的艺人，你会对不对？好啦，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别忘了帮忙在留言分享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拜。那我们来唱个歌好了，不要叫我们把这首歌下架。你可以唱一眼瞬间吗？可以啊，但是一眼瞬间你 OK 吗？我 OK。只要看你一眼，一瞬间，哪怕是最后画面，我不后悔。爱若让末日提前，我们要一起好好迎接那句点。我是很强，你很强。小胖老师，你好。王志平老师，六七。黄国伦老师，周杰伦导师，阿美老师，那个萧敬腾，萧敬腾，萧敬腾导师，萧敬腾老师，这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开什么玩笑啊！这个是临时 Q， 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我就是很厉害。